有请支持我们办理这个班级的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博训中心的许坤发主任来上来为大家勉励几句。我们市长关怀协会刘理事长以及媒体记者啊，各位刘老师，以及所有参加的市长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哈。好啊，这一次也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高雄市政府劳工局我们王局长啊来参加我们市长舒压这个养生班的这个结庆典礼哈。那其实市长朋友虽然这个养生班就是有关按摩师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啦，进可攻退可守就是说他在整个市场上的这样的这个按时计薪其实是等于让自己能够有点个，只怕你的技术不够，没有这个特点像我们这个李邦兴啊，还有刘理事长啊，还有很多这些的前辈其实他们在按摩业当中他都会算是生意相当不错，更何况我们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在整个市场按摩业务的推动上今年我们特别结合中油、中钢还有这个中环等这些的大公司、大企业，跟他们去做建教的合作，等他们的员工如果来我们的按摩店所来消费的话那就会有打这个优惠以福利会由这个这些的员工所以等下增加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有关这个增进按摩业务的这种的信息所以就正如刚才刘理事长讲的，很近方市场按摩是在整个市场上是这个这个那供不应求啦，很多的这些的按摩店所、按摩的小站都几乎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工单的技术一定要成熟，要能够让这些消费者购买者愿意花这个钱来那其实我们有经常来估算到其实一个市场按摩师以目前的行情，如果其实一个月他说只要雇有按摩这个30个小时其实大概整个的生活就应该就生活基本条件就比你生活津贴还更绰绰有余所以我们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希望能够每个视障者在通过这种职业训练养成的过程当中，能够为自己去做自我的这一块拼图能够更加的扩充他也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够自立自强，能够发挥，而且甚至能够自己照顾家庭。所以我们一直深深的期盼一个好的政策政府在拟定好的政策，相对如果在企业的话也能够去用心的对待这些的身心障碍者，那身心障碍者在学习的领域当中如果能够很用心的去学习，技能的养成又很好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就会更放心，社会就更安心，就能够创造一个幸福快乐的这样的整个温馨祥和的社会那我们也期盼说每一个市场的不管往后在整个结信或在整个就业的过程当中能够圆满顺利，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有的需要在暂时进修的，也可以有人在整个职工科、劳动职工科，也有在这个进阶班包括一些芳香疗法还有舒压的课程还有这一些设备设施的补助就是按摩跟按摩店所的设备设施的补助那我们也期望说我们可以然后能够透过这项各项的资源、各项政策工具的应用，让你们在整个职场就业上更能够顺遂我们也期望说我们所有参与这些的按摩店所这些的班员都能够因而提供一些好的就业机会跟场所，让我们在市场中在整个就业市场上能够很稳定的就业那最后祝福大家这个鹏程万里世界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大家。